偷走我们的灵魄，带走我的朋友。那是什么？你真是奇怪的生物。奴隶，救兵来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哼，你好。球发，谢谢你。你又是哪一种魂灵啊？你好啊，是来客堂，他不是灵魂。听到什么消息吗？
需要目标。我需要有人想被动吗？需要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，大英棍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墓地外面见。灵帝在呼唤，快来，我们得救了。你需要帮忙，对吧？如同溪流汇聚成海，欢迎回家。真是妙语如珠，我们还会再见。飞灵一向都是有恩必报，你为森林做出很多贡献，但我无法为你转达讯息作为报答。
只能请你收下这份礼物。这是一点亚当旷野的魔法，供你任意使用。好了，这样就两不相欠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你看，好多妖精从西木林地跑出来，一定出了什么事。我去警告旷野猎者，看来我们又需要你帮忙了。他是莫尔，接住！强烈的风从新木林地急袭而来，森林畏缩。救命！新木林地受到攻击了。开枝散叶。微风骑上雄鹿，赶往新木林地。黑云在聚集。请帮帮你呀！继续跑！尼亚还在那里面。加入我们吧，尼亚，戴上面具，为主人效命。不可能，你的主人要为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是谁？等等，你是那个帮助德瑞温和特战的人？这些戴面具的妖精突袭了林地，拜托，我们得把他们赶出去。感谢女王，你来了。这不可能，我去找生还者，到林地深处找我。你的狩猎应该很顺利吧？森林之心啊！
近一点。这片领地是我们的。都别想违抗主人。我离得太远了。他把心带走了。克勒诺面具。我们要尽力救人，康瑞斯，你在哪儿？失去了好多，康瑞斯，我们一定会拿回灵帝之心的，我发誓。没时间浪费了，那些面具是什么？我的灵帝，我的朋友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太远了。